新加坡正道学会的会员同修们，大家晚上好。今晚是我们八月的会员讲座，主题是健康与疾病。这是我们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的三级系列讲座的第一集。今晚的讲座将从奥义的角度列出与健康疾病有关的六大问题，从正道学的角度解释身心灵之间的关联，讲解疾病作为果，它的真正根源在于品德的缺陷和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尤其是对肉身的不正确使用。讲座也会从非物质界的高度去解释以太体、星光体、脉轮等等与我们的细胞、荷尔蒙和疾病症状之间的关系。再通过了解几个心态、情绪与相应疾病的现代医学案例，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心理和社会的因素在与健康和疾病相关的生物学和行为过程中的作用。最后，我们将一起看下重大的疾病灾难与重大事件的关联，以及那些不能用药治愈的病。在讲座末尾，会给出一些有利健康医疗的心理和身体方面的建议和行为。好，在讲座开始前，照例提醒大家，请全程关闭您的麦克风和摄像头。如果有任何针对我们本次讲座内容的问题，欢迎您书写在聊天栏里。在讲座的后半段，我们有专门的时间来回答各位的问题。好的，感谢大家，下面讲座开始。大家好，今天我们看看正道学这个博大精深的智慧体系的另一个实用领域——愈疗。这个系列一共有三讲，第一讲是从正道学的角度看健康与疾病，我们会从奥义的角度解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一个人健康还是不健康，而且具体解释一些心理状况和疾病的联系和作用机制。第二讲是用灵视诊断疾病，我们会介绍几个案例，是正道学的前辈在与医学界的合作中用灵视对疾病进行研究的结果，展示了人的一些疾病在超物质界体中的表现和与前世的关联。最后一讲是从正道学的角度谈灵性愈疗，解释了灵性愈疗是怎么起作用的，愈疗者什么能力可以用，什么不能用，什么病可以治，什么病不能治，以及怎么使自己成为有愈疗能力的人。明年1月份，如果机缘成熟，我们会为会员做一个愈疗冥想培训，并且介绍正道服务社的一个在全球展开的愈疗活动。在座的有中医、西医，还有些是愈疗师。我声明，再次声明，我不是医学工作者。课程是为了展示正道学的健康理念，不自认为是权威，仅供大家参考。我还要感谢孙峰医生对一些医学术语的指正。好，先让我们引用正道学协会的真师 KH 关于疾病真正原因的话。一切罪恶的起源，无论大小，都源于人类的行为，源于使人类在自然界中自由行动的那份智力。造成疾病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人。人在自然情况下应该自然老死，除非发生意外，否则连野蛮人和自由的野生动物都不会死于疾病。食物、性行为、饮料，都是生活的自然必需品。然而，对其放纵欲望会带来疾病、不幸、精神
和身体上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人其实应该健康长寿，无疾而终，但是人自己把自己弄得病祸缠身。这和中医理论，还有印度的阿育陀吠陀理论，又称生命吠陀，很相似。中国的《黄帝内经》一开篇，先不讲诊断治疗，而是讲人应该怎么个活法才能健康。皇帝问医圣岐伯：“我听说上古时候的人年龄都能超过100岁，动作不显衰老。现在的人年龄刚至半百，而动作就都衰弱无力了。这是由于时代不同所造成的呢？”还是因为今天的人们不懂健康之道所造成的呢？岐伯的回答其实很精炼，我做个总结，有四个因素决定健康长寿：精神上的修养、饮食起居的调节、环境气候的适应、体格的锻炼。其中，精神上的修养第一，他描述了真人有无量寿。因为他们身心都是道，岐伯也解释了，现在的人之所以年不到半百就虚弱了，正是因为没有遵守以上规则。这些智慧的古书不是为了几百年而写，而是为了一个时代而写。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虽然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营养降低了死亡率。延长了平均寿命，但是统计数据表明，人类的亚健康率和疾病的患病率在逐年增加。在现代的文明人中，有一种日渐严重的病态趋势正在显现出来。今天，致命和致残的疾病几乎是现代人的必然现象，比如癌症、心脏病、抑郁症等。尽管科学进步了，有更多更大的综合医院和精神病院，但是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疾病，有些往往是致命的，例如艾滋病。在最近20年中，发生了2次全球性的瘟疫。治愈疾病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像对治一切问题一样，知识是钥匙。郑道学指出。治愈疾病涉及到从高到低的6个问题。第一是关于人的本性的知识。如果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怎么给人治病呢？第二是人存在的目的。如果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其他问题都无关紧要。第三是人生的目的是如何实现的。第四是为什么有些人先天有病，有些人没有。有些人后来患病，有些人没有。第五是思想和情绪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身体，如何影响身体？最后是一个人如何在思想中、情感中和身体中生活，以确保合理的健康。让我们看看郑道学的答案。关于人的本性，郑道学是这么说的：首先，人有二元性。因为它是最高的精神和最低的物质的结合。其次，它有七重性，因为这些结合发生在人的七个不同的体中，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个自我的表达。人所有的载体都是互相连接的，它们之间不断的发生互动。因此，当心理接受一种理念，但是在行为上不断的否定它或者违背它，就会在内产生不和谐，在外产生疾病。所有载体之间的和谐，也就是身心灵的和谐，对健康至关重要。在英文中，愈疗 （heal） 还有健康 （health），从词源上都有整合、完整、吉祥、神圣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处于碎片状态、脱节状态，就会不健康，把它恢复到整体状态就会健康，因为这与他的本性相符。真正的我是不会死、不会生病的。
第二个问题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正道学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进化到超越人类，在佛教中叫做明心见性，在基督教中叫做获得基督知识。正道学叫那个超越人类的阶段圣人，它和矿物、植物、动物、人一样，是一个进化阶段。布拉瓦斯基夫人说，正道学是智慧瑜伽。正道学学会注重知识和道德品性修行，在真师的主题上非常的低调。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真师与道路》这本书。第三个问题是，人生的进化目的如何实现？正道学的答案是，这一目的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持续的内部灵性展开。也就是因果体越来越圆满，这种展开伴有间断的外部经验，也就是低等三生的生死，它受周期性法则，也就是轮回法则的支配。这两个内外进化过程的和谐是健康的关键。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认识到，神圣的进化计划是生命的最高目的，要与它合作。当你顺应自然，就会少受阻力和挫折。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先天有病，另一些人没有？为什么有人后来患病，另一些人没有？正道学回答说，万事皆因果，一切的背后是因果法则，它是一种不间断的客观的调整，它唯一的目的是在受到干扰时。恢复和维持宇宙的平衡和谐，它是宇宙的终极法则，是事物本性中固有的规律，不变也不可变。它对每个人时时刻刻都产生影响。我们说公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生病是一种经验，人的经验不同，是因为人的行为不同。持续的自私、残忍、滥用身体和身体的力量，会带来疾病和悲伤。始终如一的、无占有欲的爱、服务和正确的使用身体，会带来健康和幸福。因此，一个人对疾病、生病或者对疾病的易感性，都是因果法则运行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这辈子播种。下辈子收获，这尤其适用于出生时造成的或出现的健康不良、天生易患病的体质，还有遗传疾病。但是正道学不说这些人是活该，而是指出所有这些经历，无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因果不惩罚，而是指正。指正和教育的链条是这样的：由于无知无明，导致了我们对不持久的、虚幻的东西的爱欲，在追求的过程中违反了自然法则，导致了痛苦。但愿这些痛苦会指向智慧。人的内在自我，或者称为真我，既是演员，又是观察者和见证者。他知道每一个原因，包括很久以前的原因，并且体验每一个结果。因此，通过经验，人在智慧、知识、力量和美丽度方面成长。把这一法则应用于疾病和人类的痛苦，我们会发现每一种疾病的背后都有性格缺陷和行为错误。真正的预防和治疗方法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错误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产生了痛苦，那么正确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会产生幸福。预防疾病是通过持续的身口意的正确行为获得的，最重要的是善良的行为。当意识上的错误、行为、性格上的缺陷和行为上的错误被纠正的时候，疾病才能根除，愈疗才能完美。从灵性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苦难的目的，它具有教育意义。每一种疾病都
都有内在的解药，这种解药只能由人自己施用，因为别人不能替你行动。所有伤口的治愈都在伤口里。正道学不排斥痛苦，而是用痛苦转化性格。这些知识是健康和幸福的核心。知道并且遵守因果法则的聪明人，不必害怕外界，他需要害怕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和由此而导致的行为错误。我们说菩萨畏因，说的就是这个。第五个问题是，思想和情绪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身体？如何影响身体？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简要地谈一谈营养学的重要性。疾病有许多物质原因，它不都是思想和情绪和前世的业造成的。营养不良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均衡的饮食包括大量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以五谷杂粮形式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少量蛋白质和更少的脂肪，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饮食。疾病有物质方面的原因，会因为事故、年龄、饮食错误和不良的生活方式引起。但是自古以来，包括最近的科学研究都支持，长期持续的不和谐的心理和情绪会导致疾病这一观点。现代医学中有一个分支叫做身心医学，来源于希腊语的 psyche 灵魂，还有 soma 身体，即灵魂和身体医学。这个医学分支专门研究心理和情绪对疾病的影响。身心医学不是神经病学的一个分支，也不属于任何专业，它是基于人类是复杂而神秘的，是由一种由大脑、情感和身体组织不断相互作用的生物，它是基于心灵和身体是不可分割的事实。芝加哥心理分析研究所是在1932年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他们的长期多项研究表明，在哮喘、关节炎、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患者中，慢性情绪紧张占很大的比例，96%的人表现出怨恨，75%的人是精神抑郁，60%的人内疚。那些对雇主、老师、父母和配偶感到愤怒的人，很多有结肠炎。身心疾病不是由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它是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是忧虑、困难、烦恼。每当一个人被其中的一种或者多种原因所困扰，他就会患上身心疾病。有三种人群容易患这些疾病。第一是那些习惯性发脾气和抱怨的人。第二是那些总为自己或者别人担忧和焦虑的人。第三是那些陷入财务或者家庭困难的人。让我们看看几个案例。在对哮喘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是那些对特定物质极度过敏的人中，也会注意到哮喘经常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发作。比如有一位病人，在担任助理的时候，能力出众，突然被提升为行政主管。3个月后，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那里的医生感觉到这是由于他责任的重负引起的，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在医生的劝说下，他辞去了主管的职务，恢复了原来的助理工作，哮喘病也随之得到了控制。现代医学对此怎么解释呢？在恐惧或者愤怒的时候，人体内会发生强大的变化，肾上腺素分泌旺盛，心脏肌肉受到刺激和加速搏动，血液循环从肠胃转向心脏、大脑、肺部和骨骼肌，所有的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因为动物的身体要么进行最有效的战斗，要么逃跑。我们的身体是动物，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这些自动反应的机制主要是化学反应，由腺体和神经末梢分泌的激素和神经递质引起的。来自外界的每一个威胁，
依附到我们的个人安全激起，我们愤怒或者激发的恐惧的印象，都会自动引起这些复杂的生化机制，让身体做好行动准备。然而，在通常的情况下，身体并没有受到威胁，这只是人对外界环境的思维评估。这导致了情绪压抑和紧张的身体能量变化，这些都加剧了病情，造成了进一步的困难。医学界知道，强烈的情绪能改变血液的所谓成分，这些变化是由微量的化学物质的增加引起的，比如说肾上腺素。血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液体器官，它遍及全身。当这个循环器官的化学成分改变的时候，其他浸泡在血液中的器官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焦虑成了一种生化诱发因素，通过刺激腺体分泌，会释放出像病菌一样对系统有害的物质。神经紧张本身有助病菌的侵入，它降低人的免疫系统、免疫能力。1918年的大流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令人焦虑的时期是同时发生的，大约有5000万人死亡。这或许并非是偶然。当病人处于焦虑状态的时候，即使是普通的感冒，似乎也会产生最大的伤害力。对糖尿病的研究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深度悲伤比其他情绪耗费更多的能量。当人悲伤的时候，身体会自动地向血液输入糖，提供能量。当悲伤被埋入潜意识，并且持续很长时间，身体会一直的往血里自动加糖。胰脏细胞的功能是产生胰岛素，分解糖成为能量。但是如果一直有大量的糖供应，会导致胰脏细胞罢工，停止制造胰岛素。这样一来，人就得了糖尿病。安廷医生是胰岛素的发现者之一。人工胰岛素虽然可以缓解糖尿病，但是不能治，缓解高血糖，但是不能治愈糖尿病。然而，通过祈祷或者其他的方法，解除被压制的情绪，净化潜意识，糖尿病可以被治愈。很多人说糖尿病不能被治愈，它是可以被治愈的，你要朝向它的根去治。还有更多的和情绪有关的疾病的案例，有人称胃是情绪的回声板，持续的焦虑和恐惧对消化产生有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足够的血液输送到胃壁，因此腺体细胞不能制造足够的胃液来分解蛋白质食物，蛋白质在胃里没有被消化，食物腐烂发酵，最终出现黏膜溃疡。心脏病是企业管理者的主要职业病。乔治·施瓦茨医生和他的同事对华尔街的人士的心脏病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冠状动脉血栓发生的频率与股票的跌涨有关。当股市失控的时候，人的心态失控，就开始叫救护车了。这些人的心弦总是处于紧绷状态，迟早要出问题。他们建议放松肌肉可以消除高血压和其他人类疾病的症状。一些女性不孕可能是由于输卵管痉挛所致，同样可以通过肌肉放松来克服。你们都听说过一些认为自己不孕的女性在收养了孩子以后竟然怀孕了，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家里有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婴儿，增加了情绪的放松。关节炎也与焦虑和神经紧张有关，通过缓解或者消除这些情绪，可能会达到症状的减轻，甚至治愈。事实已经证明，道德的震撼可能会引起血液中的显著变化，思想可以导致器质性的损伤。现代生活的不稳定，不断的躁动，造成了一种意识状态，导致胃和肠等紧张和功能紊乱、营养不良，肠道微生物进入循环系统，各种肾脏和膀胱感染，
是精神和道德失衡的终端结果。在那些生活简单、焦虑不那么多的社会群体中，这类疾病几乎是未知的。同样，在那些在混乱中能够保持内心平静的人中，他们也能免于紧张和功能紊乱的骚扰和困扰。卡累尔医生在他的《未知的人》一书中写道：“人用他的大脑和他所有的器官来思考、创造、爱、受苦、赞美和祈祷。所以，身心有明显的关联。因发明血管缝合和器官移植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卡累尔医生写道：“习惯性的嫉妒、仇恨、恐惧能够引发身体器质性的变化和真正的疾病。道德上的痛苦会严重影响健康。忧心忡忡的商人很多英年早逝。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人们因为心碎而死。这不仅是在电影小说中，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因为震撼性的痛苦和焦虑而一夜白头，也不是传说，而是事实。从生理上，情绪涉及整个身体的一系列复杂的神经冲动。情绪通过交感神经决定小动脉的扩张和收缩，因此它们伴随着血液循环的变化。快乐使脸上的皮肤发红，恐惧使脸色变白。同样的，其他类似的情绪也会引起肌肉紧张和压力。情绪状态刺激或者阻止腺体分泌，或者改变分泌物的化学成分。当他们成为习惯的时候，就会造成伤害。那你问，我只是生一下气，并没有让我的肌肉绷紧呢，怎么它就自己绷紧了呢？我们可以自主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跑步、工作或者吃饭，但是我们不能决定是不是因为尴尬而脸红，也不能决定因愤怒而心跳加速。这些非自愿的行动由自主神经系统决定，我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像憎恨、恐惧或者对爱的需求这种深层感情，可能会通过这个系统得到表达。测谎仪是展示身心医学的仪器，即使是最顽固的罪犯、最专业的说谎者，也不能坐在测谎仪前面说假话而不产生体温、心跳和血压的变化。在我们的身体机制中，有一种无意识的反应，他知道作为真理的声音是不是被歪曲了，并将通过身体的变化记录这种不和谐。我们自己是许多不舒服和不快乐的原因，很多事故也是如此。当我们的情绪受到干扰的时候，导致我们的肌肉协调出现失误，我们可能会一脚踏空，或者把东西落在地上。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宾格博士说：“因为不快乐而生病的人，比因为生病而不快乐的人要多。”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困扰身体的许多疾病都只是症状，它们不是某种可以用药物或者手术治疗的器质性疾病，而是精神或者情感障碍的症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对待肉体的同时，也需要对待人类的灵魂。阿南上校在他的文章《军医》中写道：“一个人不能只治疗躯体，他必须治疗心灵。医生仅仅把病人看作一个解剖学的生理机制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把他视为一个拥有爱和恨、冲动和激情的人，这些能够搅乱他的灵魂和身体。如果现代医学抱着这样一个对人的概念，必定会引起一场新的医学革命。可是，和身体不同的是，人类的心病并不容易被简单和快速地诊断出来。精神或者情感上的伤害，不能用温度计和仪器来测量。作为正道学的学生，
我们很幸运的能够从奥义的角度来考虑身体和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制。我们最基础的课程就是人体的奥义解剖学。人的低等三身是物质体，由肉体和以太体构成，还有情感体和低级思想体。这三个有生死的体是由住在因果体中的灵魂或者自我管理的。超物质存在于物质之中，它们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正是由于灵魂的临在，身体才永远受到感情和思想的影响。因此，如果身体病了，可能不仅仅是身体病了，而且往往是消极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因此，外病要向内治。如果外病要向内治，我们必须进入到以太系统，研究生命力、脉轮和以太体。这是高级体与肉体的链接，是健康和疾病问题的真正的钥匙。但是这些都很复杂，一时半会讲不清楚。我们会在2024年2月专门有一堂关于脉轮、气和昆达里尼的讲座，会详细的讲解。今天只讲一些和疾病有关的部分。现在我们来看看以太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它是身体所有复杂生命的组织者，是局部细胞组织和整个身体实体的模子。整个身体和每个器官的以太皮肤或者鞘，就像刀鞘的那个鞘，就像一个封闭的磁场。在细胞活动、变化的生长和生长过程中，保存着生命力，并且使它们与细胞内的物质保持联系。当细胞和血液的化学成分分解的时候，以太模子根据原型保持真实的形状，直到重组完成。以太鞘或者皮肤执行保护性功能。肉体本身不是静态的。这是一件不停地变化的衣服，每7年完全翻新一次。它的组成细胞不断地分裂，新的细胞不断地形成。正确的思想和感情，以及饮食和其他的身体状况，将深刻地影响以太体的造型和模式、保持功能、保存功能。以太体是物质体的管理机构。而且是身体能量的储存和分配者，心理影响通过脉轮、神经系统、腺体及其相关的能量起作用，在每个细胞生长或者分解的时候施加影响，它能影响腺体活动，影响全身的整体和谐。在人的高我之中，有一个用之不竭的灵性力量的储水池，当它通过思想、情感、以太和物质身体的流动畅通无阻的时候，会导致完美的健康。吃饭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吃饭的时候非常重要。吃饭的时候应该营造和谐和快乐的气氛，而不是紧张和痛苦的气氛。准备食物的人的思想和情绪，餐厅的气氛。以及和共餐的人的关系都会影响消化过程。数以百万计的细胞奇迹在用餐过程中发生，新形成或者被创造的原生质和细胞比他们的前身好或者坏，会导致器官的改善或者恶化，无论程度多么的微小。忧虑会搅乱整个以太结构。愤怒破坏并且扭曲了细胞的构建，稳定的情绪使身体自动进行良好的修复，并且排除无用的废物。我们看看脉轮，脉轮是以太体、星光体和思想体中的特定的器官，每个体都有脉轮，实际上有三组脉轮。其实我们的高级体也有脉轮，但是我不谈，它们是动态的。7个以太脉轮是花形或者钟形的形状，它们的边缘位于以太体的表面。每个漩涡都有一根管子，像一根长长的茎，
深入到脊髓或者脑线，沿着这些径有双向的力量流动，从脊髓到神经系统进出。这些系统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复杂而有特色的图案。在星光体和思想体中，它那里的脉轮更大，颜色更亮。它们通过以太脉轮向物质腺体和神经中心传递超物质的生命力。大家如果跟 Andy 一起读过以太体读书会，会有这些解释的。它们的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受思想和情感的影响，这种生命力的摄入和排出对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学过，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生命力的供给会更多。我们说的这是在物质界，在超物质界，这种生命力在人处于快乐和谐的时候，在行使正确的思想、情感和行动的时候更大。脉轮对所作用区域的内分泌腺有明确的影响，这是正道学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腺体紊乱的观点。行为主义心理学定义是，以客观的方法，我们可以研究人类的行为，从而预测和控制有机体的行为。一般的来说，长时间的紧张、消极的想法和情绪以及震惊，会导致脉轮首先发生变化，影响逐渐到达腺体和神经中枢，影响生命力的供应，进而影响身体的化学和新陈代谢。除了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以外，腺体、神经中枢和器官的功能也受循环规律的支配，就像整个身体一样，有出生、生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的主要周期。错误的思想、情绪、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会影响身体各腺体活动周期的和谐交融。换句话说，它们破坏了身体功能的平衡。在正常的健康的情况下，每个脉轮有它自己的和弦和在整个人和弦中的位置。当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一切都是和谐的。生命力通过载体和脉轮自由和谐的流动到身体。如果其他的因素正常，这会产生并且保持完美的健康。现在可以看到，自我纠正习惯性的心理和错误情感，以及有害的身体习惯是保持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习惯性的错误、暂时的错误，还是更深层的心理困难，都必须由患者来面对和清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往往需要外界的帮助，这才是医疗师应有的位置。如果一个所谓的医疗师说只要出钱就能为你清洗脉轮，你需要三思。我话就说到这里。达到和保持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平常的生活态度。态度可以是亢奋的、收缩的、紧张的、痛苦的、嫉妒的、恐惧的，具有占有欲的、贪婪的、好斗的，还有个人化的，或者是平静的、放松的、自由的、友善的、客观的、仁慈的。《黄帝内经》开篇《素问》写的就是这两种生活态度，大家肯定同意。后面一组态度是理想的，对生活的看淡、外在的安逸、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一切都很好的信念。为什么一切都很好？因为因果在起作用，由他操作，结果是必然的，所以一切都很好。这些都是理想的健康因素。最终的治愈是恢复身体所有四个循环的自由流动的结果，也就是血液循环、淋巴、荷尔蒙的循环，以及物质和超物质的生命力，它们的循环。好，在有了这些基本知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回答思想和情感怎样通过脉轮和以太体来影响身体这个问题。至少有五种方式影响身体状况和功能。
第一是通过影响生命力的流动。一个普通人的星光体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然而当他怨恨、嫉妒的时候，这些感觉会在星光体中以棕绿色带红色闪光和猩红色斑点的形式出现。当他生气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可怕的黑色的恶意漩涡和红色的闪电，这些消耗了过多的星光体能量，到达物质身体的那一点点能量将是不和谐的。整日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会在灵光圈中造成永久的思想形状，这些就像疤一样的。这些思想形状以灵光圈的生命力为食，并且减少对物质身体的生命力供应。思想和情绪影响身体状况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改变思想体、星光体。例如，抑郁表现为笼罩着星光体的蓝色，像监狱栏杆一样的灰色，像监狱栏杆一样的灰色的云，阻碍了脉轮，并且压缩了星光体，使内外不能交流。恐惧、焦虑和担忧表现为晦暗、铁青色、灰色的区域，深藏在气场之中，阻碍和收缩心轮和腹轮。习惯性的焦虑、愤怒和怨恨导致腹轮和星光体收缩，从而减少了生命力的流入。酗酒在星光体中表现为一条增大的砖红色的星光物质带，根据成瘾的程度不同，从人的喉咙延伸到大腿。在这个物质带的内部和外部，可以看到许多小的元素精灵，形状像爬行动物和动物一样的生灵，以人的生命力为食，它把你的生命力吸光了，所以人身体会不健康。思想和情绪引起身体健康，影响身体状况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影响每个脉轮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一颗破碎的心在星光界表现为一个封闭的心轮，花瓣互相锁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景象。第四种影响方式是通过改变腺体活动的自然循环周期，我们说过了。最后，第五种是通过影响以太体，也就是灵魂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它是生命力的保存者和传递者，是所有新物质形体形成和成长的模子。任何真正的灵修者，当自己感受到了病苦，并且看到了人们遭受病苦的时候，都会发自内心的想为人类解除痛苦。那么，我们就自然过渡到了愈疗这个话题。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要治病，必须通晓一切。”几千年前，正是基于这一假设，他创立了自己的医学体系。我去参观过这样的医院遗址，它是环境疗法。首先，环境疗法都是建筑在山清水秀、气场极好的地方。排毒疗法、健康饮食、休息放松、心理疗法、灵性疗法和药物疗法的综合。今天很流行的 SPA 这个概念，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破碎的影子。现在的 SPA，灵性的东西都被去掉了。几乎在同一时期的苏格拉底阐述了同样的学说：所有的善与恶，无论是在肉体中还是在人性中，都起源于灵魂，并且从灵魂中溢出。因此，如果身体要健康，就必须从治愈灵魂开始。他指出，在那个时代，这句话在今天也适用。在治疗人类疾病方面的最大错误是，医生将灵魂与身体分开。难道我们没有体会吗？到了医院，跟医生见面不到半分钟，做一大堆的化验检查，开一大堆的方子，有谁会问你最近心情怎么样，睡得好不好，有什么事情困扰？人真的是被像机器一样的对待，现在。
16世纪初，很著名的炼金术士和医学家，现代医学和化学之父，柏拉苏尔，Paracelsus，中文叫柏拉塞尔素斯，他写道："真正的医学只产生于对整个宇宙最深奥力量的创造性认识。只有掌握了人最内在本性的人，才能真正治愈人。"所以，做个好医生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是医生或者是医疗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件事，而且只有我们才能做这件事，就是使自己健康。有三个主要的不健康的原因，他们是滥用身体和它的功能，比如为了纵欲搞混乱的性关系。心理异常，以及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支配健康和幸福的基本法则是什么呢？一个是和谐法则，整个宇宙都是建立在和谐法则的平衡之上的。另一个法则是补偿法则，也就是因果报应，由它保持宇宙和谐。对自己和对病人的成功完全的治疗取决于对和谐和因果法则的服从。健康是理想、思想、感情和行为和谐统一的状态。当一个人没有故意违反自然法则的时候，不可能有长期的个人痛苦。当然，前世所有违反的行为的后果仍然要被忍受。当违反自然法则的时候，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性质和程度总是与侵犯的性程度成正比。健康也可以被定义为两组因素和谐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是灵魂和心智的力量，灵性和心智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这种互动通过情感和身体行动的表达。从上而下，或者从内向外，灵性和思想的力量向下作用于外在的人。从下而上，身体和情感对自上而下的脉动做出反应，两组的和谐相互作用对人类的幸福和健康至关重要。健康不仅仅取决于今生，而且取决于前世和来世的思想、情感和身体行为。在下一堂课中，我们会给出几个疑难杂症的案例，大家会看到跨越时空的因素。你是不能想象这些病是怎么造成的，一定要追溯到前世。因此，健康几乎完全是一个伦理问题。这就会回答最后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在思想中、情感中和身体中生活，以确保合理的健康？其实，所有的宗教哲学都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简单的回答，那就是走八正道，因为它能保证人在精神、思想和身体三方面和谐统一。人的内在灵性自我，也就是高我，不断的把灵性的脉动传递给心智。人通过心智，在他的肉体中，对他们做出反应，并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和认可他们。这种认可的程度，决定了由此产生的幸福和健康的程度。如果这些灵性的脉动或者信息被忽略或者违反的程度决定了由此带来的不健康和不快乐的程度，长期持续的内部不和谐必将在外部身体产生疾病。此外，随着进化的进行，人变得越来越敏感。不和谐会在高级人类身上比在原始人身上引起的干扰更大，现代人比早期跟族的人更能感觉到这种痛苦。为什么生活条件的提高并没有真正减轻人类的痛苦？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那些非常简单的人，我们说他们皮实，他们不容易受刺激，也不容易产生痛苦。现在的人真的是很敏感，动不动就会感觉到这种痛苦。你可能会问，高我所传递的、被心智所接收的、身体必须认可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
用一句话，就是生命是一体的，只有一个生命，一束光，一种力量，一个爱，这是核心的灵性知识，这是核心的灵性真理。人类的自在，内在的自我，永远存在于这个意识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最深层是有这个意识的，只是我们被无明罩住了。因此，合一是高我通过心智媒介不断传递给大脑的信息。在野蛮人那里，人们几乎听不到这个消息，而只是把它看作是部落和家庭团结的一种本能。以自我为中心的物质主义者，团结和爱在很多方面都被否定了。人人为自己是他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指导原则。个人、群体甚至国家，在没有受到共同威胁的时候，仍然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高度贪婪的行为，很少或者不考虑同胞的福祉，更不用说自然界的动物王国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人类的健康状态不佳。世界上的混乱、战争、躁动和疾病，都是人类在动机和行为上否定生命是一体的这一真理的直接结果。残忍成了当今的风尚，对人的残忍，对动物的残忍，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杀人游戏、暴力电影喂食着孩子们的思想，使用思想去伤害，用语言伤害成了常规。很多的脱口秀就是以残忍取乐。现代人生活在手机中，一方面把自己搞得一刻静不下来，一方面用语言施暴，用思想强奸。这些人对人的残忍必定会在物质界以大屠杀、种族灭绝、集中营等等形式表现。现在还有这种状况发生，不要以为人类进步了。还有，保护妇女和儿童协会年度报告中一些非常可怕的数据，大家只是对这些听了不闻罢了。人是动物最大的敌人，有些人看到一种动物，他的第一个念头往往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小孩子去度假，拿着抓鱼和捕蝴蝶的网兜，都是为了杀害动物，无论是为了享受血腥的运动，比如说打猎，或者为了食物、为了装饰、为了健康，人一起心动念，往往会故意的、系统的折磨和屠杀动物。和平和和谐的法则就这样被现代人一再打破，而且用机器用更高的智力打破。因果法则被启动，导致了普遍的不可预防的疾病。当我们看到什么导致疾病和痛苦，那么，朝着相反的方向做，就是健康和幸福的关键。第一是对一切生命的友善和慈悲，只有通过友善，人们才能用行动认可生命是合一的这一个事实，以某种形式残忍的对待有知觉的生灵，就是残忍对待所有的生命，因为生命只有一个。一体的生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就是它的一部分，它是有意识的、超敏感的、电致的、创造性的能量，在一个生物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都会通过这种电传的生命力在整个显现的生命中传递。在传统中，用地势天王的网珠来比喻。第二个是博爱。博爱是对合一这个事实最高可能的认可，它能对峙仇恨、黑暗、不服从、无法无天。第三就是无私，它能帮助我们摆脱分离的错觉。当我们的思想转向别人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少一点占有欲，少一点贪婪和不诚实，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变得更加的慷慨、乐于助人和体贴。事实上，这是和谐在行动。正如一位真师所说的，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罪恶都是自私造成。
用身与意服从爱和合一的法则，是达到持久的身体健康和持续的世界和平的唯一的途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这是课程的参考资料，我们看一看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好的，感谢维维老师今天带病坚持备课和讲解哈。那请先喝口水，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好，我这里有几个私讯的问题。人的身体如果不生病，寿命会有上限吗？看你是什么程度的人啊？如果大家读《黄帝内经》，它会有真人、贤人、圣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别的人，他们的寿命是不同的。啊，我们正常的人的话，就是凡夫吧，来，我们说，如果不生病的话，根据甄士说的，可以活过百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的，下一个问题，长期的愤怒会带来怎样的疾病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会带来很多的疾病，因为它首先愤怒是从思想体出来的，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然后它影响你的星光体，然后影响到以太体、腺体、内分泌等等等等。愤怒造成很多疾病，心脏病，比如说爱发脾气的人，心脏、心血管，基本上都有很多问题。对心轮、辅轮都有影响，造成的疾病是很多的，有的疾病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愤怒的人一般都想不开，小心眼，所以他才愤怒，所以各种的因素综合起来会导致很多身体的不健康。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听说一个癌症晚期的人去旅行了3个月，回来以后，癌症就居然好了，那是不是因为心理的改善导致的疗愈呢？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的业正好在这个时候报尽了。一个人的病能不能治啊？当这个人的业没报尽的时候，你是不能把他治愈的。正好这个人可能他的业报尽了，或者他真的放下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个人我不认识啊，所以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癌症到了晚期，到处求医，都给他判死刑了，他放下了。放下是个什么概念呢？不让他自己的焦虑、身体的这种情绪的负面的，震动影响从灵性自我下来的那股能量。身体有自愈的能力，我们的焦虑其实是影响这种治愈的效果的。当他放下了，有的信宗教的人他完全皈依佛了，或者皈依上帝了，他已经不用自己的因素去阻碍这个能量的自由流动了，因为他的病会奇迹般的好。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他继续活着，可以对人类有更大的帮助。这个时候，你叫他天意或者怎么样，他都会给你一个调整，让你能够活下来。往往这样的人起死回生以后，他都会主动的、诚恳的、全心全意的为人类做一些好事。我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女士，她就是癌症晚期，到最后没救了，啊，最后起死回生了。她就一直在怎么说呢？说法教导人们要怎么样正确的生活，在。以前的讲座里，我也讲过一个叫 Alexander Eben，这个医生，他是脑瘫，没救了。后来，有了这个
叫濒死经历，被救活了以后，他就在全世界巡回演说，专门教育医学界，尤其是神经科学界，人是有着身体的灵魂，而不是有着灵魂的身体。他在起死回生以后，第一个找到的就是正道学协会。哎，你们说的就是我体验的，所以他经常来到正道学协会做办讲座。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这几年新冠病毒是不是也有奥义学的原因呢？想听老师讲解一下。我在上一节课其实食宿与修行，还有其他的几节课中已经讲过了。所有的境界都是共享的，即使在物质界，我们看大气，一个人污染了大气，所有的人都会被污染，没有人逃得过。星光界在更高的境界更是互通性更强的，所有的痛苦、悲伤，尤其是人类残害动物，悲伤这些情绪、负面的情绪和压力，都会在星光界结集。到了一定的饱和程度，它就会以各种形式的疾病和灾难，甚至战争的形式来爆发，是有关联的。回答是，完毕。好的，谢谢。因为这个问题真的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切身相关啊。这3年我们也是真的是一体的，经历了非常多关于新冠病毒带来的起起伏伏，所以这个问题也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和去实践一些，将奥义学实践在现实生活里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如果人的一生受某一个疾病的困扰，在下一世会不会还会得这个病？不一定，如果你，造成这个病的原因，已经清楚了，而且你在对待这个疾病的过程中，又没有造新的，没有造更多的痛苦的因，你是不会再去受这个苦的，因为它就是因果，这个因耗尽的话，业耗尽了以后，就不会再报了。所以，我们经历的苦难其实是一种祝福，其实是在还债。我们在最后一节愈疗那节课里会讲到，有些圣人，他不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治病，因为他知道，就像发疹子一样，他这些痛苦在低等三身中发出来，清除，一切清除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忍耐。痛其实是锻炼了自己更高的意志，所以我们真的要正视痛苦，拥抱痛苦，而且要转化这个痛苦，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好的，下一个问题，请问老师，人经过7年的一个进化过程之后，就是在饮食、思想、行动上都以八正道来规范自己的话，那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身体呢？我说的七年进化是身体细胞。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身体的一套细胞，一套细胞到了7年以后都会不存在了。就是说，你会换一套细胞的。当然了，一个人在7年的过程中，用健康没有污染的饮食来喂食这个身体，这个会加速这种细胞的健康的更新。当他用思想和情绪更加的，他同时也净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时候，不仅会加速身体的进化，而且呢，也会反过来，身体是会更能够接收来自更高境界的一些信息，所以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好的，下一个问题，
修行的人呢，身体会更敏感，在受到外界和内在的干扰，会不会更容易得病呢？有可能，因为人是越修行他越敏感，他调弦那个琴弦调的，真的是非常敏感。大慈大悲的人，他能感受众生之苦，观世音，能够听到人们每一个痛苦的呼声，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但是敏感的人，如果他学会不执着。他能够感受，但是他不去，和这些痛苦去挂钩的话，那个是才真是大慈大悲。在我们还没有学到、学会和这些痛苦不挂钩的时候，而是一种观察者、体会者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有可能是会被影响的。有些人很崇拜真师，比如说真师们的身体、神经、各种体都是非常敏感的。很多人是以一种非常自私的想法去崇拜真师，尤其是新时代，都是想靠真师去发财啊，去练神通啊，等等等等。这其实是对真师一种干扰，所以对这种人，真师都会下降一层帷幕，把这些波动给挡住，不让他来干扰你，因为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所有的载体太敏感，所以是的，是会非常敏感的每个人。修行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请问老师，家庭里有一个人开始灵性的学习，是不是可以正向的带动或者影响家里的其他人呢？要看这个人和家里的人的缘。有的人开始灵性学习，全家可能会反对他。也有他自己的因素，比如他开始吃素了，他一定要强迫全家人吃素，结果把全家人搞得很烦。所以就要看一个人开始真正的灵性学习，其实是对全家人很好的影响，但是也要看你的方法如何，有的时候适得其反。好，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素食的。正道学提倡吃素有益健康和灵性成长，佛家的素呢，包括葱、蒜、韭菜都是不能吃的。那正道学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还是只要是植物就可以呢？正道学不是佛教，它和佛教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正道学讲的吃素是从不伤的角度，就是不杀生的角度，不对任何生灵造成痛苦的角度，所以没有说不能吃葱姜蒜，因为这不涉及杀生。佛教他说不要吃葱姜蒜，因为它是刺激一些性欲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情感，不利于你打坐修行啊。它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但是正道学只是把植物和动物分开，就是这样的分别。好的，其实我们也有一节补充的那个食素的课程，更加详细的介绍了食素的分类，还有一些具体的不同和区别，还有它的我们可以在之后的那个公众号里会连载和去把那个视频回放给大家刊登出来。有兴趣的同学和感兴趣有疑问的同学，也可以在那个视频里看看有没有收获。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前几个月，联合国首次将衰老定义为疾病的一种。那从奥义的角度看，衰老是可以被缓解的吗？其实，联合国这个定义在印度古代就被定义了。古代的经文中说，在人吃肉以前有三种病：第一是衰老，在人吃肉以后新增了78种病。它是不是能被缓解？是可以的。当像我刚才向大家介绍，当人的身体、心光体、以太体、思想体和情感体的脉轮，还有各个器官腺体都和谐运作的时候，
还有一个图，就是说，有一个图像一个水库一样的，来自高等三生的灵性的力量，它会自由的、非常通畅的流入到身体里。这个时候，衰老是可以缓解的，人可以活到，当然了，你要知道怎么样活，很长的寿命，超出100岁的寿命。其实正道学的这几个真师，他们的年龄很难说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这个啊，但是回答是从奥义的角度是可以延缓人的衰老的。好的，谢谢老师。下一个问题，请问老师，保存脐带血对其本人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不能回答。好，下一个问题，原始人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是不是会比现代人更健康呢？他不是不健康，他是不敏感。他不是说比现代人更健康，他是比现代人不敏感。他的身体和现代人的构造是不一样的。他的学习的课程和现代人也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科学医学也没有完全发展，跟现在相比较哈。好，下一个问题，请问老师，自小由于不愉快的成长环境，为了自我的保护，无意识的给自己造了一个厚厚的壳，看似呢活泼开朗，但其实内心感觉自己无法真正融入这个现实的世界，也很难与其他人产生较为深刻的连接。总是被一种昏沉、萎靡和无力感笼罩着。请问如何有能力打破这个壳呢？要相信，如果壳是自己造的，你也一定能够打破它。就像茧，蚕自己做了一个茧，但是咬破那个茧变成蝴蝶的也是这个蚕自己。当你看到了。其实真正的自我是不是说，不是这个叫张三或者李四的小我，也不是那个成长在一个不愉快环境中的小孩子，而是来到这个世界来学习一些东西的，超越这些东西的灵魂，你是可以把这个壳打破的。这些需要一种力量和勇气，也需要一种耐心，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定位的问题。其实我们到最后讲愈疗，愈疗可以愈疗情绪上的不愉快、身体上的疾病，但是愈疗的真正的目的是把人从这个虚幻的世界推出去，这才能达到真正的愈疗。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不能受伤害、不会死、不会生病。不会忧郁，不会受任何人的侵犯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自我的时候，下面的都是一些舞台的细节，都是一些剧情，你看破了它，就能够跳出来。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生活态度的改变会不会导致意外的发生？要看你怎么改变。像本来比较平静的，后来脾气越来越差，越来越抑郁的话，那意外的发生率可能会更高，因为导致痛苦的东西都是由导致痛苦的情绪或者一种心理状态引起的。当你的心向着更光明、更加开朗、更加看淡的这个。这个方向打开的时候，境遇会变的。你吃素，比如说，你会马上就遇到一批一起吃素的人。你想学习正道学，你的生活中会出现一批学习正道学的人。当你心情向着更好的方向转化的时候，有一些
你原来觉得克服不了的困难或一些阻碍你的人，有时候他们自己就会消失了。啊，这就是境由心转。心灵的力量特别强大，要相信心。好，又有一个追加的问题，请问老师，小孩肥胖是不是也可能跟心理有关呢？和基因、遗传、父母给他喂食的东西都有关。小孩子在他7岁以前没有什么自己的心理的，很大的程度上受父母、环境还有他自我带来的那些东西影响。到7岁以后，他自己的心理才开始真正的发展起来了。所以在7岁以前，父母尽最大的努力给他。除了遗传因素以外，有的人生来就胖。其实，如果你没病的话，身体胖一点也没关系的。就怕你是过胖，导致了一些器官的问题，那是有问题的。所以人有胖瘦，有的人怎么吃都不胖，有的人喝口水都会胖。只要这个人健康，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父母很重要，饮食的营养的调节很重要。对，也千万不要把那个肥胖变成他人生的最大的这种焦虑啊。是啊，因为人着相啊，嗯。每个人肥胖啊，首先就焦虑啊，然后就是想方设法去减肥呀，然后把自己的营养搞得乱七八糟，结果身体越来越差。它就是一件衣服，你把它看得那么重，把自己的整个的心血、精力、金钱都花在装扮这个衣服上，首先的定位就不对。当你整个的身心调节好了，他身体该胖胖，该瘦瘦，只要是正常的就可以了。嗯，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问题了。那谢谢大家的提问与分享，也谢谢维维老师的讲解。那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讲座里呢，更加了解了健康与疾病之间深层的关系。那也祝愿大家能够保有身心健康，并关爱身边的友人。就像今天的冥想跟课程里反复强调的那句。这世界需要的只是友善。好，谢谢大家，晚安，好梦。下个月见。对，下个月见。